欢迎收看我不喝拿铁频道，今天要去玩手游 FIFA， 我要活下去。如果没有订阅拿铁频道的话，记得订阅，打开通知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新的影片通知哦。YouTube 的收的那个推播真的超级烂哎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跟你们讲，真的 YouTube 会让很多实况组啊不在 YouTube 开台，你们相信我。现在其实你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哎，有人在讲话，就是观察一下 YouTube 啊，现在直播。的实况组观看都很低，你们再看看 Twitch 直播的实况组的观看，你们就知道推波差多少了。啊，我要认真打哦，这场要认真打哦，不能再这样子了。可恶，我要杀爆他们！啊，冲啊！然后就倒了。嗨，等一下，假的，我是假的啦，不是啦，哎，倒一个啊，我真的生气了。刚才上哦，呜呼，亚美德古大赛，你还有过来哦，哇，买啦，血怎么那么少？哈哈哈，我没血了。碎啦，队友这就对了，我至少把他血打的有点少，就想到怎么不倒、啊。感谢，给你收，那个交给那是你的猎物，那是你的猎物，可以补刀分我一下就好了，那是你的猎物。那我看看，哎呦，哇哦，等一下，我是刚刚杀那个尸体包在哪里？观察他，哎、欸，他没有补刀哎、欸，观察我。观察大家有点好笑哎、欸，上面还是上面，敌人在上面，等一下下来吧。好，跳上去好了。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哇呼呼呼呼，我没血了，我血太少了，等一下他被毒死了，他被毒死了，相信我，相信拿铁就是吃鸡啊，他要被毒死了，庞克头，来啊，庞克头，哦，碎哦，哎呦，对，跳上去了。耶、yeah, ！干瞎啦，干瞎！刚刚救援的我，可恶啊！我这场要凶一波了。我上一场我没有遇到挂机的队友，不然我觉得应该不会输那么惨。蹲蹲蹲！他们等一下说去看他们在直播。哎、欸、，YouTube 没有直播哎、欸，因为我在 Twitch 直播。一定会这样。可是通常来讲的话，他是不会蹲的。通常来讲他是不会蹲的。为什么没开？刚刚不是讲到48个才会开吗？至少48个观众啊！刚刚讲啊，因为拿铁转性了，拿铁。哦，哇哟，小紫好像有点凶啊！哇哟，我先躲一波、哦，各位。哇哇哇哇！谁倒？帮他救他一下，救他，让他知道。好，我扳手，哇哇哇！敌人在哪？我们要敌人啊！哦，在加！哎、欸，可恶！我刚刚跳起来被他打到头！哇！哎、欸，为什么后面还那么多人？哈哈！输了！哇，剩一个队友，行吗？哈哈！可恶！怎么全部都走右边啊？我们没有队友绕点哦。哇、哦，我要去偷了，我觉得这样打就会输。他们全部打同一个方向啊，这样不行啦。我跟你讲，团队突袭一定要能偷。来，我跟你讲怎么偷，拿铁教你们偷。大家看一下我直播，你看我又讲了，他们说，哎、欸，拿铁，你干嘛要拍影片？拿铁有没有直播？拿铁现在。他在这里被发现了，可我生气了，我真的有点生气。我在玩什么？我没有想到这个敌人会在这边，因为通常不会有人走那条路。哎，你在干嘛？他怎么会开枪打他？为什么？这是怎样？很棒的，棒棒啊！来，很好。哎、欸，今天很有趣哦。我才3天没打 Free Fire， 现在是发生什么事？花旗下面逮鸡，这样。
哦，谢啦。等一下，我先念一下开关镜。好，我真。你退没关系，我要认真了，我不能让对方那么嚣张了。他真的退出了。等一下、喔，哎呦，队友你大露头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人大露头的、啊，人、欸、家直接冲过去那么帅，也应该往上跑才有可能。为什么没看到人？哦，有一个在打我。不是啊，他可能在玩发展，他可能来过五个，因为我查的时间，查的那个可能也都会打到一堆奇怪的，所以他们都是新手刚创的，然后就不玩。他等下跳下来，他们等下跳下来，他们跳下来。搞个泥胶挡在那边。还不倒啊，大哥！拜拜，很嚣张是不是？在跟我嚣张？哇，凶什么？我吓死我了，大哥！我很可怜，你们不要再死了，我真的很可怜。你们不要再冲了，好不好？乖一点，别太冲。我打那么辛苦，你们可以不要再冲吗？我们想等一下集合一起打魔龙，好不好？欸，我之后会在Twitch频道也会开传说对决，因为很久没玩，有点想玩，有点想玩，不代表一定会玩。等一下哦，我开始是他们啊，归家里面呢、欸，哇塞！他们竟然归家里面呢、欸，这么乖啊！哎、欸，怎么打不死啊？好浪费子弹！ちょっと待って哦，小紫还想跑啊！那个在哪里？哇，在对面！拜拜！做什么？做什么东西？十杀了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队友，你们尽点力啊！你们都没有杀人，你们都让拿铁杀，你们这样对吗？你们对？好啦，没关系，我尽点力好了，多尽点力，我多尽点力。好，谢谢你的凝胶。好，凝胶收买我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买香菇给你们。哎、欸，拿香菇，拿香菇。自己拿香菇，哎、欸，香菇，香菇。阿迪是什么？阿迪英文哦。你打给你哥一口，我们可能会输。冲过来了。哇，队友。
哇，痛痛痛痛痛！也没得 good side， 麦安内啦。拜拜，吃鸡！你们在给我嚣张？你们这些玩家在凶什么？十一杀好不好？就说我认真玩了，你看不讲话就是我真的很认真。我不能再连续直播场输两场，这样子不是拿铁。哇，我跟你们讲，我真的是尽力了，因为他们一直在聊天，队友在聊天，我想说算了，没关系，我就认真打。我刚刚没有仔细听他们在讲什么。好，总之来讲，我们今天直播到这边啊，谢谢今天的管理员跟各位观众，然后还有很多今天有跟到场的老观众，表示你们成为了 Twitch 平台的老粉，所以你们有最高的机会可以配到观众场，好不好？那也谢谢你们啊，那好，感谢刚才队友，那我们之后再一起玩。如果大家喜欢拿铁的平台的话，混频道的话，记得订阅拿铁 YouTube 主频道、副频道、玩具频道、Twitch 直播平台，然后连结在影片下方，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跟粉丝团，搜寻我不喝拿铁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游戏见哦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